这猴子或许真是天命人。快点，快看，来了个猴子！你快走，别在这里伸头探脑。要是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我等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。 不得已背井离乡，原想跟随蜀神大人重整大业。可我看到他那手下仙风在吃，我糊涂啊！太可怕了，得逃出去才是。 双头鼠乃我国中精锐，哼，明明是同僚，却还要自相残杀，拖在这里早晚饿死，杀上去，来个痛快！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要害我被发现！快走！手足相残之事，我万不肯做。 你帮我除去同僚，我也是时候该走了。我王执迷不悟，如此下去，何谈复兴？需找到下落不明的三王子。三王子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他最恨老手。我们现在这副样子。 三王子认不出来，我王凤属，三王子便心生不满，远走他乡。曾有国人游历四方，说在西天佛国见过他，可那西天佛国又在何处呢？ 出走之时，便料到会有今日。皆是灵山造的恶业，人不仁，妖不妖，真不如死了痛快。黄眉老怪，你失算了。 这猴子或许真是天命人。